小，青宁和潘医生来参加我们的婚礼。我现在还不确定潘哥那天有没有时间，无论如何我们都会尽量参加的。那你为什么要跟我结婚？这是因为责任，因为你救了我一命，我会还一命给你，但不会是我的心。总有一天我一定会让你同样用心来爱我的。别浪费时间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我永远只有一颗心。